Hello，你好，我是牛奶爸。最近哦，那个好像从上个月开始吧，Facebook 它的那个直播就可以用成横的宽荧幕哦。那横的宽荧幕看起来真的会比较舒服，而且如果你今天有在采访你的朋友的时候，那受访者跟采访人两个人在同一个镜头里面，才不会变得那么拥挤哦。那怎么去做呢？就是。打开你的，假设你是 iPhone 手机的话，我们先示范 iPhone 手机。打开之后呢，在这个画面里面，啊，先打开你这个 Facebook 的 APP，啊，不要用那个粉丝专业小帮手哦，啊，你要直接用这个 Facebook 的 APP 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先登录你的个人账号，那点击这个 Facebook APP 之后呢，你会来到这个画面，那底下这个画面在哪边出现？你要记得按最右边的这个，啊，最右边的这三条，右下角这三条线，然后就会出现这个画面。那你就去选择捷径，下面就是你的粉丝团，因为你是粉丝团的管理员嘛，所以你自己会看到你自己的粉丝专页。那你点击自己的粉丝专页，点进去之后呢，会再出现这一页粉丝专页。这时候你就在左边的这个发布按钮点击发布按钮，点击之后你就会出现这一个画面，就是留言或者是直播，你就选这个直播，点击这个直播视讯之后呢，再把你的手机啊，本来是直的嘛，你再把你的手机转成横的，然后这时候你要注意哦，因为有些手机不支援，但是 iPhone 我测试过是支援的，就是它会自动把它转正，哦，就像这样子，这边的中文字就是这个牛奶爸网络行销 SOP，这个是你的粉丝页的名称，然后它。本来是在侧边，然后你本来是在右边嘛，然后你转成横的时候呢，它会变在下面哈，哎，本来就应该在下面，然后你转成横的，它还是会转到下面去，就像这张图一样。好，所以呢，你要确实看到这个字是正的啊，字是正的，不是转90度哦，字是正的。然后右下角你就可以按这个开始直播了。那这样子的直播出去的效果其实就是正常的哦。那你现在看一下我的这个粉丝专页哈，这个影片是横的，嗨，你好，我是牛奶爸。好，这个影片是横的。那假设你没有转横的话，像这个是为什么是直的？这个是因为我的 HTC 手机不支援自动转正哈，Facebook 不支援自动转正，所以它才会变成直的，这样很难看。那你一定要这样子，你在采访别人的时候，两个人才可以一起，哦，这样才不会太，因为之前都是正方形的嘛，哦，像之前像这样子，之前都是正方形的，那正方形很窄，很不舒服啊，哦，所以现在 Facebook 也已经改了，哦，改成它可以宽荧幕，那你就刚好可以一个受访者，一个采访者，这样感觉会舒服很多，好，给你做参考。